藏玩具。伙伴们，大小姐，奥特曼竟然被怪兽给打哭了！啊，你们竟然不信？说实话呀，我也不信，所以我买来了这个。这可是远古新出的奥特曼爆笑对战大盲盒，据说这里面可全部都是奥特曼的黑历史，所以啊，咱们把它打开看看。哎，一棵树，还有这个是麦克斯奥特曼，这奥特曼还打过树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在麦克斯奥特曼对战怪兽库劳德斯的时候，由于体力不支，麦克斯直接被压倒，为了反抗，他抓住了路边的一棵树，但是因为体重过大，麦克斯直接把树给拔了，然后就有了麦克斯种树的名场面。不过这个也还好吧，奥特曼只有那么一丢丢的残。咱们接着看。啊，我的妈呀，怪兽！哇，古代怪兽哥莫兰，还有凶恶宇宙人扎拉普，这也没有奥特曼呀。哎呀，追求不光线，下来快压压他，你和我呀。还被另一个怪兽打得喊疼，这也太搞笑了吧！咱们看看有没有更搞笑的，接着开。不是吧，奥特曼都被打成这样了，我们赶紧帮他拼起来。所以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奥特曼究竟是怎么被打败的吧。没准还有更菜的，咱们接着开箱。啊，戴拿也被怪兽给打趴下了。戴拿竟然连装死都用上了，这也太菜了吧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今天这些奥特曼里哪些最搞笑呢？可以留言告诉我哟。喜欢我们的视频也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